网上交友要小心，空脚大汉扮美女，网上招嫖划不来，被骗丢人还破财。汽车站这个天桥上面，好多算命的，八字预测，看相算命八字。哦，喂，你扎绑狗就，反正就不行。前面好像还有啊，就是算一次好像是20块钱。看手相算命，嗯，合婚，啥意思？等一下，写名、抽签、起名，风水测财，一条龙啊！这边还有，哎不，来吧，哎，没有，婴儿取名，成人更名，忍拍。这边还有招工的，有没有傻、欸？招工。啊，嗯，汽车站我又来啦。呀，啊，吃饭吗，帅哥？哦，外婆是彩肉，我说焖鸡。哦，到几张啊？腐豆炖鸡啊，有点饱，暂时吃不下。啊，等于32的再来。哇，这是肉丸还是啥？猪头肉还啥的，吃饭了，5块了，咱们是5块了啊。5块了，一家，两家，三家，干嘛？三家这边还有啊，公检法办案，这还有一家，哎，果发。快发5块钱一份啊！公检法办案，给青椒撒豆，有辣椒那个木耳撒豆，鸡柳。网上贷款的注意了。青椒撒豆。网上贷款的注意了，骗子会让你交保证金、交手续费、做流水。这边还有一家。他会给你假链接，让你扫二维码，最后把你的钱骗光。陌生来电不要接。短信链接不要点，微信 QQ 不要加，绝大部分是诈骗。网上贷款就是诈骗，提高额度就是诈骗，要验证码就是诈骗。刷单的，现在是下午4:30，解法办案有。5家卖挂逼饭的生意还挺好的，网上贷款的注意了，一家、两家、三家、4家、5家。网络发送法律文书，冒充公检法办案，电话要求转款到所谓安全账户的，就是诈骗。网上贷款的注意了，网上贷款的注意了，骗子会让你交保证金、交手续费、做流水，然后给你假链接，让你扫二维码。最后把你的钱骗光，陌生来电不要接，短信链接不要点，微信 QQ 不要加，绝大部分是诈骗。网上贷款就是诈骗，提高额度就是诈骗。要验证码就是诈骗，刷单的注意了，刷单的注意了，骗子会给你一点甜头，然后让你加大投入，最后把你骗得倾家荡产。公检法办案不会通过网络发送法律文书，冒充公检法办案，电话要求转款到所谓安全账户的，就是诈骗。网上交友要小心。空脚大汉扮美女，网上招嫖划不来，被骗丢人还破财。
公检法办案不会通过网络发送法律文书，冒充公检法办案，电话要求转款到所谓安全账户的，就是诈骗。网上贷款的注意了，网上贷款的。一个无助就是诈骗，瓜子一块一包，花生一块一包，是吧？你需要安的注意啊，现五香，甘蔗估计也是一块，橘子也是一块，香蕉也是一块，对吧？电话又重装，这里通通都是一块，就不是三份，甘蔗三块啊，这么贵的，不爽。没有，你这一天做多少份啊？先没有点，一天只仅做五六十份啊，六十份是找可以了。快餐快餐，五块钱一份。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二三四五，网上贷款，哎，也得三四百份了是吧？提高额度就是诈骗，要验证码就是诈骗。快餐快餐。哇，你这是什么碗啊？这是铁饭碗，铁饭碗。这里真的是铁饭碗啊！哇，你开直播吗？泡的都卤的，喂，没开直播，没开直播啊？这个碗比较奇葩，奇特呀、啊。网上贷款就是诈骗，提高额度就是诈骗，要验证码就是诈骗，刷单的注意了。哎，工价又降了，啊！兄弟们，那是黑厂，别去，我们上网去吧。没有身份证可以上吗？这里？没带身份证。